这里是中国的江南水乡，位于中国第一长河长江中下游南岸，也是中国最为富足的乡村聚居之地。南浔，这座有着700年历史的水乡古镇，因其便利的水路交通，造就了商业往来的繁荣。清明以来发达的蚕桑丝织业，更使得南浔富甲一方。在今天的南浔古镇，依然保持着许多造型优雅的古代建筑，它们大多都来自于当年镇上的丝商之家。69岁的顾明奇是镇上中学的花匠。每年这个季节是当地蚕农最忙碌的时候，每年的这个季节，老顾也都要向学校请假，赶回4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。养蚕业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，也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驰名世界的中国丝绸便是通过蚕虫吐丝结茧加工制成，间接造就了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。中国人对这种通体洁白的小生命表示出浓郁的情感，亲切地称之作蚕宝宝。每天早晚，老顾都要开着电动车去桑园采桑叶。桑叶是蚕宝宝们赖以为生的食物，自古以来种桑养蚕就是密不可分的。距离蚕宝宝吐丝结茧只有4-5天的时间，蚕宝宝每天必须吃到足够的新鲜桑叶，所以采集桑叶要随采随运。桑叶一运回家，老顾的儿媳和亲家母就一起来摘叶子，快速工作，力求保鲜。摘完的桑叶抖松后放进储藏室，风吹和过度的堆积发热都会影响桑叶的品质。有着50多年经验的顾明奇是镇上养蚕的一把好手，在如今的南浔已经找不到多少依然秉持这门手艺的人了。老顾的儿子儿媳原来在缫丝厂上班，当时还是厂里的竹简能手。前几年工厂倒闭，夫妻俩在村里办了一个木器加工厂。现在的南浔被称作中国木地板之都，
是中国最大的木地板建材贸易中心之一，像老顾儿子这样的小厂在当地不计其数。新的一天在雨声中开始，一整天的雨让气温下降了几度，低温容易诱发残浆病的爆发，老顾有点担心。如果今年的天气不好，或者商业过潮，下雨天多，这样呢就可以得到残浆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很可能导致要枯萎树。傍晚，雨过天晴，气温渐渐回暖，老顾的心情终于放松下来。今年这个春来呀，丰收了，明天就上山了。在南浔当地，一般把蚕上架节俭叫做上山。一大清早，老顾一家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，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，直接关系到最后收成的好坏。稻草扎成锥形小山，一座座小山依次排列起来，这就是蚕宝宝节俭的场所。在室温条件下，一个蚕种30000只蚕宝宝从孵化到吐丝节俭需要1个月左右，收益不过才1-2000元，还不如在外面打工挣得多。对于老顾来说，养蚕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习惯，他希望这门技艺传承下去。那一只只小小的蚕茧，与南浔人因水而生的辉煌和智慧丝丝相连。夏去秋来，以风景优美著称的江南水乡看上去略显萧瑟，但是位于苏州市郊的阳澄湖上却多了很多忙忙碌碌的身影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，但是他们忙碌的目的都是一样的。在中国，提起阳澄湖，首先被人们联想到的就是被奉为人间至味的大闸蟹。大闸蟹学名中华绒毛蟹，两只大螯上长着黑灰色的绒毛，是中国传统的名贵水产品。相对于其他湖区同等大小的蟹，阳澄湖大闸蟹敦厚结实，体重要重得多，口感更为鲜美。每年秋天吃大闸蟹会成为很多中国人的一种季节性享受。盛名在外的阳澄湖也给以湖为生的人们带来了一份期待。
老肖和他的同事们来自中国的山东、安徽、湖南等地。阳澄湖大闸蟹把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了一起，他们在这片湖上已经生活四年了。最近的两个月，他们比平日里更为忙碌。捕蟹的工具是最传统的地笼，在地笼的两侧有很多简单的入口，内部构造却错综复杂，宛如迷魂阵一样，大闸蟹一旦钻进去就很难再出来。我老家是湖南常德的，来阳澄湖之前我是一个糖果厂工人，后来下岗，有老乡介绍我进了大闸蟹公司。捕捞上来的大闸蟹在经验老道的验蟹师手里将被严格分级。市场上一只100克重的大闸蟹通常能卖到25元，而一只350克重的大闸蟹价格却可以高出20倍。但是如果大闸蟹掉了2条以上的腿，身价马上又会跌到10几块钱。马全生从事捆蟹工作有3年时间了，他现在每分钟能绑7只螃蟹，既不能弄断蟹脚，又要防止被刺伤，这需要熟练的操作技术。马全生从小生活在阳澄湖，童年的快乐回忆而今带来的是一份不错的收入。我7、8岁的时候就开始弄螃蟹了，到现在嘛，已有40多年了。以前我们卖螃蟹的都是按称买的，一称一称的。现在嘛，讲究品味嘛，都是用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就是礼盒。这些获得特殊礼遇的大闸蟹，都是要被运往遥远的北京、广州、香港等地方的长途客。通常来说，大闸蟹的保质期是1个星期。从阳澄湖到北京的航程超过1000公里，只要成功跳过龙门，每只大闸蟹的身价都能暴增数倍。在阳澄湖113平方公里的水面上，分布着将近2000家养殖户，林林总总的蟹业公司也多达800家。林峰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小学老师，但是每当到了周末，他就会换上另外一个身份。说以前阳澄湖大闸蟹铺天盖地都是，对他都是当宝的。你比如说来了两个亲戚朋友，他走到这个水沟里面，或者是阳澄湖边上，手一摸就摸了5、6个、7、8个过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现在你要看到一个蟹，很难了。多把它当成一个宝了。货深江浅。所有的忙碌归于平静。当一只只普普通通的螃蟹，最终成为食客们高价追逐的珍馐美味。那些靠水而居的人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不同。和阳澄湖边以蟹为生的忙碌相比，生活在岭南水乡的广东人相对悠闲得多。
喝早茶是广东人多年养成的生活方式，即使在上西村这样的小村落也不例外。无论忙闲，早晨这一段自在的时光是必须要保证的，不仅享受食物的美味，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其乐融融的氛围。上西村所在的九江镇紧邻西江，这是中国第三长河珠江的最大支流。水网纵横、荷塘密布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当地发达的渔业。早在800多年前，九江镇的富足就已经驰名一方。今天的上西村已经高度城镇化，很难把它同传统的乡村印象衔接起来。除了从事传统的鱼类养殖和鱼苗孵化之外，上西村的村民们大多按照个人兴趣做着形形色色的生意。52岁的阿关，年轻时以捕鱼贩鱼为生，现在经营着一家轮胎店。不久前，阿关迷上了另外一个行业，制作陈皮。陈皮其实是由柑橘的果皮晒干而成的，离阿关生活的九江镇不远的新会就是远近闻名的陈皮产地。新会陈皮是广东三宝之首。咁一个监拿，咁样标准，又唔好太重水喎，太重水我哋冇数围喎。太刀吧，太刀吧，来了。收回的一车柑橘要趁着难得的晴天剥下橘皮晾晒，贮藏时间越久越好，所以叫陈皮。岭南水乡的人们喝茶、煲粥、泡酒都会用到陈皮。而柑橘的果肉，阿关通常送给朋友直接作为喂鱼的饲料。生活在水乡的人们对水总有着不能割舍的感情。一到那个水边，一到那个鱼塘边，我们都感觉到好像是回到红莲的时代。我们有时候送第一帮人都到那个鱼塘边了，我们还能聊很长的时间。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关简文就要回乡来，阿关提前开始筹备鱼生宴。吃鱼生是九江人接待远来贵宾的特有风俗，选好的鱼要专门放养一周甚至一个月。鱼生的配料有十几道，光是准备多种配料，师傅就要花上半天时间。客人一到就立即杀鱼放血，以保持鱼肉的新鲜味美。一片片晶莹剔透的薄薄的生鱼肉，吃的不仅是美味，更是那份萦绕心间的香情。关简文在美国和香港工作多年，现在在广州开了一家互联网公司。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即将到来的清明祭祖活动。
在今天的上溪村，几乎每个大的姓氏都建有宗族祠堂，以方便祖孙后辈永远铭记自己的祖先。官姓是当地第一大姓，他们的先祖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关羽，也被后世尊为关帝。宗族观念非常强，特别我们这个姓关的后裔啊，就有一股就是我们老祖宗那种气场还是在的。清明节，中国人纪念祖先的传统节日。清明之际，关公后裔难迁此走，江门堂下九江盘处。无论远隔千山万水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所有的人们又重新回到这个小小的山头，寻根祭祖。19岁就离开这个家里，就出来去做生意了，算算也将近30年了。40岁以后，那回家的次数会增加。全世界基本上一样，你看得差不多了，是吧？中国人还是有点这个落叶思乡的一种情怀在里面。